今晚先至嗰啲數據未截喺市區嘅，所以咧，你嘅成個 配套咧做足咗功夫，我哋極之高度重視今次一個有序嘅、公平公開公正嘅投票，絕對唔會有特殊反映呢個民主中嘅情況。咁而家睇呢個勢頭咧，到九點鐘咧都係平靜嘅，咁希望咧全部咧繼續持續落去，直至到唔單止有提名選舉點埋票，成個程序完咧。